打头阵的部队无疑就是去送死。可尽管是这样，罗伯特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重任。他只有一个请求，只希望把他们黑人军团的努力跟拼搏传遍到全国各地，为黑人团体赢得尊严和尊重。第二天，罗伯特带着队伍发起了死亡冲锋，战斗从白天打到了黑夜，最终这支54军黑人军团全部阵亡。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随着他们的英勇事迹传遍全国，国会下令在全国各地组建黑人军队，报名参军的黑人更是超过了18万人。林肯曾表示，南北战争中是黑人士兵扭转了战争的劣势。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老电影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。